以前没有理解这个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，尤其想象这个场景一点不符合现实。干什么事儿啊？我在家扫地。啊，那怎么样了？那么一句话，你的大脑在干什么了？在受训。当你上网的那几个月，你从来不知道父母的日子是挺苦的。当你的键盘声一声声传入妈妈的耳朵的时候，妈妈的心里是怎么样的？就觉得自己没有王。